为什么迷迭香这首歌听起来那么撩人呢？本来这首歌最简单，有手就会的弹法，我们可以直接弹六级六一三。你的嘴角，但是七级七升二升四，微微上翘，也就是把二和四升到黑键上。性感的二级二四六，无可救药。三级三升五七，有一个黑键啊，这样弹确实一点都不撩啊。那怎么样弹会更撩呢？那比如说六级六一三的时候，可以加一个七进来，形成一个小二度七和一，制造一种紧张的感觉，是吧？你看，不管弹哪一个和弦，这两个音始终保持在那儿。你看，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哎，就有点撩了，是吧？性感的无可救药啊，就仿佛看到一个拉着帘子、赤同裸体的女人坐在你的面前，但是这个帘子呢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。啊，你很想看清楚它长什么样，是吧？但是你就是看不清，对吧？就是感觉就特别撩的感觉啊，反而就是让你如果说一个人坐在你面前赤同裸体啊，就什么都看清楚，什么都看到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那就像什么想象不到，就是这种最傻的弹法，如此心跳啊，就没意思了，好吧？当然呢，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，先都是用最傻的方法去上手弹啊，都是从傻过来，慢慢的再去添加一些外音，分解和弦，去变化，我们才会好听。更加符合作品的意境。好，那后面的和弦呢是二五一四七三六，大家记一下啊，二五一四七三六很简单。你看，二就是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，二级和弦是吧？软心的饮料，好，五去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，什么香神的气泡啊？一级也是一样，一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按一个。我将对你的喜好，四级同理，一瓶装全横掉，七级还一样。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，就是三级是吧？在六级，你煽情，这里有个不一样，给拥抱，弹一个黑键，一到升哆，啊，后面的和弦还是一样，这样弹确实呢也没有那种意境。那怎么样才有意境呢？来一个拉丁或者 bossa 的节奏，再把和弦呢做一些什么 voicing 把位的排列。你看，软性的饮料，香深的气泡，我将对你的喜好一瓶装全喝掉。这里最不能缺就是热闹，你煽情给拥抱，而烛火在燃烧，有某种情调。哎，我是怎么弹的呢？啊，来教学一下啊，其实很简单啊。你看，我就是把这个二四六一啊，把这个六和一搬下来，搬到这里的六和一啊，就听起来就是和声会更紧密集中一点，是吧？啊，每一个和弦如果说都这么做啊，就和声就集中起来了啊。那可能我讲了，对于初学者来讲也会反应不过来，对吧？还要我写数字才反应得过来。所以说学习呢还是得要系统，你要把和弦的把位全部要练熟悉之后，你才能把这个反应得过来啊。你别说老师你眼神慢一点，我能看清楚，我能反应得过来，那也没用。因为你自己在练的时候，你要自己能反应过来，不是要借助我给你反应过来。所以说最终你想真正的学会即兴，还得真正系统的学习才能根治所有的问题啊，大家才会反应的越来越快，好吧？那不妨呢可以来跟着小后来再深入来学习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如果说你看加上这种 bossa 或者拉丁的节奏，听起来就感觉特别有 feel 了，是吧？软心的饮料，香深的气泡，我将对你的喜好一瓶装全喝掉，这里最不能缺就是热闹，你煽情给拥抱，烛火在燃烧，有某种奇妙，眼神失焦了几秒，翻云你的舞蹈，你慵懒的扭动着腰，受不了，你随风飘扬的笑，有迷迭香的味道。后面的和弦是什么？二三六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你随风飘扬的笑，三级，你看，有迷迭香的味道，六级，好，又七级，欲带薄荷味的撒娇，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，又是三级啊，还再重复二三六七三，二三六七三，你看，你优雅的像一只猫，三级，动作轻盈的围绕，六级，在七级，爱的甜味蔓延发酵，在三级，暧昧来的刚好。哎，这个是一个拉哆咪升嗦西，专业的讲叫什么小大七和弦啊，这效果就很有那种，很有那种 feel 啊。后面的和弦呢，还是啊，又是六级、七级、二级和三级，六七二三，记住，你看，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无可救药。好，再一个七级，
七隔一个按一个，隔一个。想象不到如此心跳，你见一切都想要。你的嘴角吸烟讨好，一股自信的骄傲。什么预兆气氛微妙，因为你我知道。啊，三级是吧？啊，又是什么预兆？重复前面的感觉。气氛微妙，因为爱你我知道。可能没有数字之后大家完全就看不懂了啊，而且数字也弹着弹着都弹掉了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学习到这种深入的和弦啊，确实呢就什么东西都会反应的不过来。想学习到更多呢，记得关注悦耳钢琴小辉老师啊，持续的来学习。那接下来呢又完整的把这首歌曲给你们来弹唱一遍给大家参考啊，喜欢的话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哦。你的嘴想。